finding our place. We are going to Iceland. Yeah. We are going to Iceland.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两个同学一样的哦，搭防弹飞机一点一点倒，太巧了，走吧。在那种很冷的地方，然后你的外套进到室内就要脱掉。对啊，不然你还敢？好好好笑。我发现我这样拍的话，完全看不到你。好，我把你录，请问现在是在干嘛？ 我们刚才在那边老神在走，结果走到一半发现 gate 准备要关了，你就跑的，但好像还是要赶上。我到冰岛机场了。 原本3个小时的飞机就飞了4个小时，因为伦敦那边的机场有点 delay， 然后哇，这个机场很大，而且没什么人，好期待啊！然后还蛮冷的，我要先去上厕所，厕所在哪？哦，在这。 可是我们刚刚看不到，没有看到极光。它这里风太那么严重，说的也是。我们这样我们要召唤他出来。我们进来冰岛海关了，非常的松。对。他只问几天。然后你住饭店吗？我说对。他没有跟我住饭店，而且我不需要地方住。然后就让我进来，也没有问哪一间饭店，好像很不在乎。芬兰超严格。瑞典也是啊。 等等见，我们还要搭一个半小时的车。直接去那个机场一出来就有 fly bus 可以直接到市区的巴士，买票还蛮方便的，但票价大概4000冰岛币，1000台币左右。 So you're in very capable Viking hands for the next 3 days. I'm going to tell you, of course, more about what to expect for the next few days. How about the population of Iceland altogether? The point called Hakif, which sits on top of a cliff, a beautiful cliff. Now this cliffside is more into a ravine, really.
好冷啊！我现在吃午餐了，我现在要地热的一个公园了。餐阳台跟马铃薯，今天餐厅是游客中心的餐厅，但很漂亮，很惬意，在地热谷对面。地热的水80到100度，看起来好像一点都不热，但是应该是很烫的。哇，这个烟大哦！好大。